人气超高的《非常律师》与《鹦鹉》剧中男女主角鹦鹉和俊浩终于是互相确定心意，在第10集结尾迎来初吻，超感人的一幕让许多观众都心动不已。可爱的金鱼 CP 开启社内恋爱模式，幸福的表情完全藏不住。而为了让角色更加立体，剧组官方还特别设计了鹦鹉和俊浩的 IG 账号，设想他们有 IG 账号会分享哪些内容。头贴是最爱的金鱼的鹦鹉，在和俊浩确认关系后会分享两人的约会清单，行程是暑假要去济州岛看海豚，还列出了海豚会出现的地点，风格相当严谨。底下还有俊浩温柔留言回应：“我会去查济州岛的饭卷美食店。”江启勇饰演的明熙则留言：“与鹦鹉律师是没有暑假的。”至于俊浩的 IG 版面 po 出了一张自家门外的照片，写下2022年夏天某一晚，暗指和鹦鹉初吻的那一晚，想炫耀的心情完全藏不住。而底下迎来明玉疑问的留言，果然是最迟钝的一人，让观众都忍不住会心一笑啊。